日前，北京某百货商场举行开业庆典活动，虽在北京举行，但港星云集，郭富城、余文乐、张智霖和周立奇等人相见甚欢，都笑称是老友聚会。此外，法国演员天使艾美丽主演奥黛丽塔图和内地女星熊乃瑾都现身捧场。当晚人气最高的要数因冲上营销二在内地再度人气急升的张智霖，当他现身群访间时一度引发混乱。而由于近期某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大热，不少网友期待张智霖带帅气的魔童一起上节目。他称对此很有兴趣，不过他也坦言很遗憾暂时还去不了。我觉得我儿子那个语言应该不通啊，我觉得很遗憾，这个他普通话没有练好，虽然我的也不是很好，可是他的那个普通话要好好的加强一下。张智霖一点不担心儿子上节目会出现问题。最近被踢爆恋上内地小生的周立奇，当被问到是否同男友一起时，周立奇拿同来参加活动的朋友打圆场。对于近来的感情生活，周立奇却不愿多言。其实也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也是普通人，正常人也是过一些很正常的生活。对，反正我觉得都给大家拍到了，我就没有去逃避什么，就是谢谢大家的。我没有说承不承认，就是这个，因为本来就是我对感情事都比较低调，对，可能就是我觉得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去给我们自己去沟通，所以我没有不太习惯去跟大家去分享我的私人的事情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透露以后在演艺圈没这么忙了后，有进军百货业的打算。而对于没有入围今年金马奖最佳男演员，他表示不会遗憾。且入围者中，张家辉、梁家辉和梁朝伟等都是熟人，希望他们都好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